它的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我们胸腔跟腹腔中间会有一个横膈膜的地方，它中间会几个孔洞，让我们一些正常的器官会通过。那横膈膜裂孔疝气，我们讲的就是它有一个裂孔专门给食道通过的。那周间食道通过这个地方，它周边会有一个我们叫下食道括约肌，然后它们那边会有胃跟食道交接处的地方。胃本身的组织它会有一个结构，再加上横膈固定的肌肉，它会把它固定，把它起放，把它抓紧。但是如果年纪大了，或者说有时候长时间的负压比较大，有些人可能是从事工作，或者是因为生活习惯的影响，负压过大，或者说有些人是外伤造成的，他可能长时间负压大，就会把我们肚子里面的器官一直往上把它挤上去，那就会造成那附近的结构组织就变得松散，那个洞裂孔，顾名想当然它就越来越大，那东西就容易由肚子里面跑到上去。对，那这个东西它基本上会有程度上的差别的，其实。在现在的文明社会来讲，其实大部分人可能或多或少，很多人都会有，只是大家可能都不太会注意到，因为它症状其实都不会很明显。大部分伴随比较明显，可能只会发现到有一些像胃食道逆流症状，有时候会一些那个人工会休息，我会一些灼热感，或者有时候好像会胃酸逆流这样子，否则大家可能平常都会很习以为常。那横膈膜裂孔疝气它可以分成四个类型，第一种类型大概占了90%以上，那我们把它叫做滑动型。哦，顾名思义，它是会上上下下，它不是说跑上去就下不来，因为它那个孔洞其实够大，所以它其实那个段的结构是会跑上去，可是一段时间它自己不会再下来。哦，当你时间让它没有去调整、没有去改善，时间越来越久，它症状越来越厉害，越来越松，那到最后跑上去的东西就越来越多。哦，胃啊，或者是甚至更厉害一点，整个胃跑上去，有时候还会把胃里面的其他一些组织，比如说我们一些脂肪、黏膜，或者说一些旁边附近的大肠、小肠、脾脏等，有时候可能会跟着一起挤上去。那大部分的情况来讲，它大部分都可能会停在上面，不太会造成太严重的状况。所谓太严重，是说一般像我们产生一些腹部急症，就是好像肚子怎么突然卡死、黑浆那一种，哦，这个几率会有，但是相对来讲它不是那么的多，哦，可是。它时间久了之后，因为当你的器官跑上去，就会影响到你的进食，所以很多人就开始，哎，我的饮食量开始慢慢变小，哦，甚至有时候容易恶心呕吐感，那甚至有些人就会容易危险反胃或是呕吐等等。那这些有些人就会觉得，哎，我可以休息一段时间过了，它可能就缓解。就有些人就会觉得，哎，可能是压力大，工作太忙碌，有时候休息过没事就不理它。可是当时间久了，当它整个在那跑上去，大部分人等等之后被发现，有很多可能会在年纪大。可是当你年纪大的时候，有些时候可能相对来讲，那些症状要做处理，就变成有些人就会相对做一些考虑。哦，所以其实如果可以在更早期的时候就发现它，用一些药物的治疗，哦，就是控制一些胃食道逆流症状或一些生活形态，其实是可以改善这种疾病，甚至可以避免它的发生。所以那个最严重是要做这个手术，是对，刚刚真的跑上去影响到你的进食。哦，那第一型就是我们刚刚讲滑动型的，大部分是基本上是不用手术，除非真的。它胃食道逆流的症状太严重，那个基本上我们在做一些检查，有一些评估的分级，甚至有一些精细的检查。如果程度太严重，胃食道逆流到严重影响到病人的一些生活，哦，他可能睡不好、工作不好等等。有些时候，当药物治疗真的效果不好，手术上也是可以有一些帮忙。哦，不过这部分必须评估过再来做决定。手术化解危机的记者会。那其实横膈膜的裂孔疝气呢，其实并不少见哦。大部分那个横膈膜裂孔疝气的病人呢，发病的初期其实是没有症状的。那接受比如说像胸部的 X 光啊，或者是说照胃镜的时候，也不太容易发现。然后随着疝气的范围慢慢的扩大，产生的症状之后，常常就会觉得说上腹痛啊、心悸或是呼吸困难，甚至会有胃食道逆流这些的症状。那更严重的话，有可能会疝气导致器官发生流结，那就会造成胃出血、胃穿孔，那病人就有可能会吐血啊、结黑便、肺炎或是发高烧、休克，因此危及生命。那治疗的部分呢，其实初步会建议改变生活形态或是药物治疗，但是在药物治疗没有办法发挥很好的效果的时候，就要考虑使用微创手术治疗，那不必长期靠药物治疗。那最可怕的就是，如果假设你用就是任其发展的话，就有可能引发食道癌哦，所以千万不能掉以轻心。那接下来就是详细的内容呢，我们就有请我们胸腔外科的陈高初陈医师来我们做说明。是金美院胸腔外科陈高初医师。好，今天主要会跟大家介绍一个，可能大家可能平常不见得会听到，但是可能常常会感受到一个症状的一个疾病。哦，这个东西我们叫做横膈膜裂孔疝气。哦，那我们来讲，先讲一个 case。
一个病例。哦，这是一个53岁的林女士，她来的主诉，她之前的症状主要常常说，她吃东西都吃得很少，吃一点就饱了。哦，她可能以为她只是说像人家讲的一些小野味，但是后续来讲，她其实吃多一点，她就其实胸口就容易会有一些灼热感，甚至呕吐感真的会出现，甚至会闷痛。那有时候就会比较严重，那常常随着有时候短暂时间过去就会改善。那这次来急诊的原因，他主要是因为突然左胸的疼痛持续时间比较久，他没办法缓解，就来我们医院做检查。那刚来做 X 光片可以看起来会发现，他的 X 光片在我们正常心脏的这个波这个区域左右，为什么会出现好像一坨东西，里面好像有一个下面一坨东西，那上面一个黑黑的一个空地，像一包空腔在里面。哦，这当然我们就会怀疑有一些问题，后续就会进行一些检查。哦，那其实看到他在观念在医学上，我们常常就会怀疑说，他是胃什么东西器官跑上去，就后续我们就会安排做一些检查。第一个，我们通常会安排做一个胃镜。哦，那胃镜你看，哦，这个下面这两张图的话，它是我们从食道进去要往胃的方向走。正常来讲，当我们看进去的时候，其实胃看起来这个孔洞应该比这个更小一倍。哦，那它不应该这么的松散。那这个区域是什么？这个区域就是我们食道跟胃交界的地方，我们叫一个贲门。哦，正常来讲，大部分的组织应该是可以包裹在一起，就是像肠子蠕动一样。哦，到的时候它慢慢才打开，不会这么的松散。那你打点气就把它们撑开来。那上面这两张图是我们反向过来看。哦，胃镜是从食道进到哦，我们从往这边的方向来，是我们胃里面。我们现在反过来折着看，从胃看上去。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刚讲食道胃交接处，理论上来讲，它这个开口应该要把胃镜整圈包覆住，那个才是正常的。哦，所以这个地方也会出现一个松散一个结构这样子。那这个地方区域看起来好像有一圈东西在这个位置。哦，那是因为这个地方其实就是我们刚讲的横膈膜的裂口，它东西其实是有一部分已经鼓上去的。哦，那另外一个比较可以看得比较清楚，通常我们会做一个像消化道的摄影，它其实就是结合口服的一个显影剂，然后我们用 X 光一系列的影像去照。哦，一开始吞进来，它会沿着食道走。正常情况下，这个食道应该由这里这样直直的往下走到进到我们的胃里面去。这个波的哦，这个区域是我们的心脏。那它显影剂往下走多，你会发现它显影剂走下来之后，反而在这边绕一个圈停在这里。然后之后才会往这个地方再走到胃里面，那个往下走到小肠，走到肚子里面去。哦，它整个胃的空间其实已经有点在这上面做一个反折的动作下来了。哦，已经反折了一圈。哦，它的胃已经整个跑上去了。那用这两张图看来讲，哦，这个区域就是我们刚刚在 X 光面看起来的，下面有一坨东西，上面有个黑黑的空间，黑色的空气的区域范围。那这是一个侧面来照，哦，就是我们前面的胸骨的地方，后面这个区域是我们的脊椎骨。那前面这地方就是我们的心脏，正常心脏后面理论上不应该有这个东西，就是肝脏哦，这就是肚子里面的器官哦，包括一些脂肪膜的脂肪层，还有一些胃的组织跑上去。这个从这个区域到这个区域就是我们的裂孔，正常它不会有这么大，正常大概就只有这样一点点而已哦，所以它整个裂孔已经松开来了，所以整个肚子东西就往这边整个挤上到上面去哦，整个挤上去的情况。哦，那这是另外一盆前面，一样是前面代表是心脏，胃的地方跑到这里，哦，这是脊椎骨，就挤在这个空间来讲。那这是我们后来就是经过一系列检查，那症状其实整个胃都已经跑上去了，甚至有时候我们裂孔一般来讲，时间够久的时候，我们要担心它会被突发性那个地方会有一个卡住的感觉，就是可能会把胃卡死的话，有时候怕它肠子会肠子出现缺血，所以闯入过之后，我们跟它进行一个手术的一个治疗。那手术进去来讲，我们一开始要做的事情就是先把这附近的组织先把它整个拆开来，一些脂肪组织粘连上去东西，通裂孔周围把它整个分开，想办法把这个孔洞先把它找出来。那找出来之后，我们会看进去，哦，这个孔洞拆出来之后，这个地方就是横膈膜的裂孔，跑上去的东西一些脂肪，我们想办法把它从这个裂孔把它全部脱下来。那脱下来之后，最后我们就是这个孔洞太大了，我们就想办法把它复位，把它缝起来变小。然后之后想把我们的胃再把它固定到我们的肚子里面去，然后这当然手术上除了固定之外，有时候会考虑到帮他的做一个抗逆流手术哦，因为这种情况的病人常常会伴随很严重的胃食道逆流。哦，那后面我针对胃食那个横膈膜疝气做一个简介，横膈膜疝气就刚刚讲过，它其实就是食道一个裂孔一个
一个产生一个疾病，它可能通常可能是因为病人年纪大了之后，这边的组织结构变得比较松散，或是有些人可能是长时间因为工作啊，或是吃东西饮食习惯，或是容易打嗝一些状况，导致它的负压长时间变大，或是有时候一些外伤外力造成的，导致它肚子里面的器官它一直被挤上去，挤的时间够久，这边空开了，胃里面的东西。肚子里面的一些器官、胃啊等等就容易跑上去。那一般来讲，我们根据程度会分成四型。哦，第一型我们把它叫做滑动型疝气。所谓的滑动就是顾名思义，它其实是可以上上下下滑动的。哦，所以是这种病人有时候来做检查，可能看得到，它跑上去了。但是有时候来做检查，那个症状，它是在下面的。哦，它是可以滑动。那大部分九成以上的病人都是这样子，就是属于程度比较轻微。那一般这种如果伴随的症状一般都是以胃食道逆流为主。如果这个时候针对胃食道逆流去做一些处理，或一些生活习惯调整，其实是可以这样就控制就可以，甚至可以避免它继续恶化下去，不需要后面需要考虑手术之类的。那后面的第二、第三、第四型，我们就把它叫食道旁脏器。那这个时候就跟随它上去的器官的多少，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定义。像第二型来讲，它的直到胃交接处这个区域我们叫贲门，它贲门还是在肚子里面，但是它这个孔洞够大，旁边的胃会从旁边这个地方鼓上去，鼓一圈胃的组织上去。那第三型来讲的话，就是贲门交接处跟胃两个一起上去，就是这个地方被夹住、被卡住，就是所谓第三型。那最严重就是第四型，它是整个胃就上去，就刚我们刚看到那个 X 光片，整个胃就上去之外，它还伴随着其他一些器官，可能周围的大肠啊、小肠啊、鼻腔啊等等，就跟着从这个孔洞一路上去，那这种情况基本上它产生的症状就会比较明显，光是这些东西挤在那里，有人压迫到心脏的空间，然后甚至压迫到我们肺脏呼吸空间，那这些等等之类，就会产生心脏会有一些不舒服，有些人觉得心脏好像被压闷痛的感觉，他会休息，但是有时候背上有些人就是活动大了，觉得我的背后量好像越来越差了，会喘等等之类的。那有时候检查了半天，如果没有处理到检查到这个地方，就会一直在吃一些心脏的药，吃一些那个慢性阻塞性肺病的药，可是可能吃下来又一直觉得症状很都没有缓解。好，那这个如果有诊断出来，针对这部分可能是做一些调整性或者一些治疗，说症状可以获得比较快的缓解。那诊断上来讲，基本上我们主要采取需要做的是三个检查。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一个上消化道内视镜，就是我们讲的胃镜检查。那第二就是做一个 X 光的摄影检查。那当然我们还是会做一个电脑断层，去看一下附近的一些组织结构的变化。那做胃镜要看什么？胃镜除了看直接评估说这个疝气的一个结构、组织的变化，我们局部看看，这个地方有没有很严重的胃食道逆流？有没有产生一些？我说我们做切片检查，或者是会不会有一种叫靶瑞氏食道炎，或是说切片检查或者叫癌症的情况，这些都是需要处理的，因为这些发炎时间够久，后续都会伴随有癌化的可能性存在。那X光片摄影主要是提供我们去参考，看它食道跟胃的结构，目前到底是停留在哪个地方，去做一些评估。那当然也可以拿来看说它是属于第一型的、第二型的等等之类的一个判断。那电脑断层是提供我们除了我们可以从里面看到食道跟胃的去那个附近的一些变化之外，其实最主要是看看这附近周围的一些器官组织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导致它横膈膜疝气的产生。如果有的话，当然要针对那些原因去做一些彻底的处理。那整个做一个综合的评估考量之后，再去考虑后续的治疗的方向。那治疗上来讲，就刚刚讲过的，其实它是有程度类型的差别。那如果比较轻微，其实有时候改善生活的形态，像是第一型的滑动型这一种，有些人症状可能还好，不是那么严重，有时候甚至改变一些生活形态，就可以获得一些改善。大部分都会建议要戒烟、减重，不要一次吃太饱，少量多餐。那这边就会讲到睡前2到3小时尽量不要进食。简单讲就是说，当你吃完东西后一段时间，2到3小时，甚至有些比较严重3到4小时，尽量不要平躺躺下去，避免它东西一直不要往上挤。那平躺的时候，有时候上半身会垫高，垫高的目的是避免东西一路逆流，产生一些不舒服。像有些胃食道逆流的病人，当他晚上睡觉躺下去，常常跟你抱怨说，他会一直咳不停，或是我说躺下去，有时候会说，好像胃酸整个逆流上来了。这就是因为这些结构导致的一些变化。那程度比较厉害一点，有一些刚刚讲的一些胃食道逆流症状出来了，那我们就针对这部分去做一些控制，看能不能由这指得到一些缓解，甚至
治愈。哦，那用点药物上考虑的是说简单的制酸剂或者一些连活的保护剂。那比较严重的就是我们需要一些我们叫 H2 的阻断剂来减少胃酸的分泌。那更严重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胃镜报告，如果达到跟你说，你有胃食道逆流、逆流性食道炎、有胃溃疡等等，那我们就会吃到比较强的，就是帮补制剂，直接来抑制胃酸的产生，来减轻这些胃酸带来的一些伤害。哦，那有时候会促进肠胃蠕动剂，因为它结构改变，有时候它的蠕动会变慢，那我们就增加它的排空速度，让它比较长时间放在那里，产生这些症状。那如果经过上述的治疗，或是说它的结构已经变形变味，太厉害，没办法经由药物得到缓解，那当然可能要考虑到一些手术的治疗。那手术上来讲，目前他当然如果去查，他可以同胸腔手术、同腹腔手术。那目前主流上来讲，如果可以，我们还是会建议由腹腔，因为经由腹腔镜的微创手术来做处理，对病人的伤害性相对比较小，那恢复速度相对可以比较得到快的缓解，好的恢复这样子。那近期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当然就跟我们刚看到的，横膈膜液孔找出来之后，我们要想办法他跑到。不该跑到胸腔的东西，把它拉下来，把它放回到肚子里面去，然后把它位置把它摆好。那接下来这个洞太大了，那我们就把洞关起来，哦，把它关起来，剩下它原本该正常通过的一个大小，就是食道本身的孔径就够了。哦，那接下来来讲，我们就要考虑说，那后续会不会有复发的问题？就我们要想办法把它肚子里面的器官，大部分主要是胃，然后想办法把它固定在胃腹腔里面，然后会做一个抗逆流的手术。哦，因为基本上这种东西，胃它跑上去之后，它因为结构的改变，它原本可以抗逆的，就是我们刚讲下食道括约肌，哦，还有周边组织的结构其实有点松散掉，它已经松了，它没办法正常一个预防胃酸的逆流，它会一直开在那里一个很大洞，哦，所以我们必须用旁边的组织来帮它包覆，我们会进行一个叫胃底折叠手术，就把胃的组织跟食道中间做一个包覆。我帮你的食道，你宽松的食道稍微帮你包起来一点，让你不要那么大洞，那减少东西的逆流上去。哦，一般来讲会考虑这三种手术来做一个治疗，哦，来达到一个症状控制，甚至进一步的缓解，哦，让病人进食来讲慢慢的一些恢复正常。哦，这是手术上面需要使用的。哦，简单来讲，我们的胃食道横膈膜液孔上去，原则上。大部分的很少会直接碰到很严重的症状，主要的症状就是说一来可能就卡住了黑掉那一种，那大概可能我们没有时间进行怎么评估考量，确定症状那就是手术治疗。但是在这之前，它其实常常都是一些不明显的症状，可能有些人是长期慢性咳嗽，有些人就觉得我像胃酸逆流，我恢复正常生活休息症的就好了，有人会觉得我进食量变少。哦，刚好可以顺便进行减肥，什么等等之类的。哦，可是有时候要进一步去看看，是不是还有其他潜在的原因。有时候少一点精油，一些生活形态，甚至一些药物的治疗，我们可以让症状早点得到缓解，避免它走向比较严重的程度。哦，以上是关于今天这个横膈膜液孔战略的介绍。